者杨新汉台北报道，歌手周信哲与三立主播赵代新爆出温馨接送情，他大谈子弟恋，对于绯闻曝光，唱片公司稍早回应，我们一向很鼓励 ERIC 多交朋友，而女方欣赏 ERIC 的音乐，也有留学美国的生活背景，彼此聊得来，交个朋友无可厚非。年仅22岁的周信哲爆出新恋情，对象是28岁神似林依晨的正妹女主播赵黛欣。据周刊报道，两人因为节目通告相识，周信哲更常驾驶红顶的保时捷名车把妹，追得相当高调。三立主播赵黛欣反射自脸书，周信哲爆出新绯闻，对象是正妹主播，反射自脸书。